现在常见刘海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子夜，我是木。我们今天呢要去拍韩式证件照，对。但我们现在快迟到了，所以我们赶快走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我觉得我的专场呢，就是把口红涂得很不均匀，真的是傻眼。好，拜拜。然后这个，你的眼镜为什么要这样戴？你有戴跟没戴是一样。这个部分，这是一个造型。然后这个人呢，他就因为拍证件照只需要拍上半身，然后所以他下面就这样给我。我觉得他什么意思？好看的不得了。我傻眼。啊，我们走，要迟到了，要迟到了。帮我们做一下填写。等一下拍完照，就是摄影老师就会马上帮你修图，那大概是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之间，要麻烦你看一下 LINE， 就是会在 LINE 上面跟你确认，那确认没问题之后，你就可以回来拿照片。OK， 好。真的，对，他的眉毛要完全露出来。我现在立刻剪。真的，也是可以。对对对，这样没办法，他说完整露出来。我为什么那么漂亮？我也好想说这句话哦。你可以说，大家也会觉得我很有势。这边也有可以帮大家化妆的服务，但我们今天没有选这个方案。这是摄影棚，这是穿学士服的我，这是还在剪头发木。如果有人在拍证件照现场剪刘海的，你大概史上第一人吧你，而且还剪得有模有样，就是剪得挺好的啊，简直是个发型设计师。这样好像条马毛哦，对啊，就是前面有一撮这样，条马毛也是可爱的。哎，这边肩膀降低，往看正前方画 ，Rose。那我们有就是手再转一点点，对对 ，OK。先不动，试一下。啊，好漂亮。主要看眼神跟表情就可以了，那其他的都属于后置放，不管你是眼外嘴斜啦、大小眼、额外身体吧，都是可以调整。你不用到整个把你拿遮住了，真的吗？可是我要看眼神的呀。你看眼神，你要看整体啊，啥眼挑一张。你要挑你那个表情是你喜欢的，对啊，你把它遮住你也看不到。有没有觉得哪一张比较 OK？ 嗯。好啊，没关系，你用你的方式。这样我选不出来啊。遮着选照片，应该也是史上第一人吧？对啊。我们拍完了，怎样？我刘海好短。他是说我们就是先离开半小时到一小时，然后这段时间他会修照片，然后再透过 LINE 来跟我们确认。不行，我不能边走边讲，我被车撞。希望他可以帮我把脸修瘦一点。我刚拍完之后的第一感想就是，因为我五张看过去，我就觉得都好丑。对，我怎么长？我也觉得都好丑。我怎么长那么丑？我也觉得好丑。我觉得证件照很难拍的美，除非是修，我觉得要修。好，希望等一下修出来会好看。拜拜，买饮料。耶，我们拿到了。我们来开一下。哎、等一下，我单手没办法开，帮我一下。三种吧。哦，对，我有两种。我其实觉得洗出来的效果漂亮很多。你不要看清楚，都行。你可以先拍，然后它的黑跟白的那个颜色感觉有调过哦，就是它的黑很黑，对，它黑很黑，白很白，我觉得这很重要。我觉得它是真的修蛮好啊，因为我本来觉得我脸蛮重的，我就跟他说可以不可以把脸修小一点，他就帮我修。其实我觉得 CP 值蛮高的，我们两个人是一个人450，然后他还有送8张照片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拍拍看。对，其实蛮满意的，但我还是觉得满意吗？我长得不像我自己，我觉得我还蛮好看的、啊。这是韩式证件照，应该就是差在会帮你修，很好看。对，把你修得像韩国人。大家喜欢的话，也可以去找看看这种韩式证件照，应该很多地方都有了。而且我觉得找一间最近 的，就是放在证件上面很重要、啊。你就不用担心你的证件会很丑，然后不敢把证件拿出来给别人看。特别是如果你最近就是比如说你要毕业证书啊那种很永久的东西，我就觉得蛮适合的。那今天就先这样喽，大家拜拜，拜。